检查周围。是。。远处。 月珠，我一定会修好你的。阿荣，不用修我了，我是木头人，我不痛，我知道了，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月珠，小马是你，小猪。 却不是我，真的月珠，没有木头耳朵。阿荣，月珠只有一个，我不想当假的。月珠，听话。不听。 我的身体一点儿也不痛，可是我的心却很痛。只是以后再也没有海棠花瓣掉落下来了。阿荣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月珠，月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修好你的。 这小圆脸真的修不好了吗？还是先回万路门再说吧。日后我怕是要换个地方住了。何人会行此事？你可有头绪？前些日子派去追踪林子瑜的探子没有回来，想来。 是打草惊蛇了，林子玉，不能再放任其发展了。